记者贺静贤台东报道。电影《只有大海知道》一栏与台户族世代文化为主轴，今晚在兰屿举行世界首映。片中唯一的专业演员也是男主角的黄尚和，一起当时的 Long Stay 格外感动，也同时刺爆片中的素人演员不论老少，个个身手矫健如飞鱼，岂能自叹不如。只有大海知道是女导演崔永辉首部剧情长片，她欲呈现岛上不同世代的真实生活与情感世界，不但有专业文化顾问在旁指导，也让素人演员以母语拍摄，被誉为最蓝语的电影。今晚首映重返场景地之一的耶鲁国小举行，俨然是岛上盛世。皇上和笑说自己住到此地，不但没有水土不服，还每天环岛跑步，感受拥抱大自然的快乐，至今难忘。首映会上有星光相衬，开场由小飞鱼舞蹈队表演丁字裤舞，接住游荡的创作歌手谢永泉夫妻西满邦轮番上阵，现场300名观众感动不已。片中饰演阿嬷的李凤英和小朋友钟家俊皆是达悟族素人演员，表现亮眼真挚。钟家俊昨天放了学才赶来首映，李凤英没有手机都在山上农作，导演借纸条在家门才邀到他。有趣的是，阿嬷因不敢看自己出现在大荧幕，一度害羞的不肯来，却在拍摄期间也因为孙子发生车祸还打算辞演，是等孙子到台湾就医才安心演出。只有大海知道本月15日将全台上映，左起黄圣和、李凤英、崔永辉导演，记者贺静贤摄，达悟族素人演员钟家俊、刘全志后、李凤英、崔永辉导演。黄尚和，记者贺静贤摄，左起黄尚和、崔永辉导演。李凤英与当地小孩们，记者贺静贤摄。